咻一下一个瞬间，我们现在来到了摄影棚。哇，怎么看起来这么大这样子？平常怎么维持健康生活保养才会那么漂亮？小编不让我走，这样他要我加班，他说还有题目没回答完。帮助我生命，能够走得更踏实、更有平安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早安，大家平安。因为呢，我们真情部落格在 YT 上的订阅已经突破100,000了，非常的开心。然后要谢谢朋友们一路的相陪支持，还有帮我们带导。所以呢，我们就那个大放松，就是放松，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样。然后有收到蛮多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现在就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什么。来，这位是 Chris 刘，他说呢，这个节目幕后有多少节目制作人员呢？很多哎。有企划，平常那个每一集每一集后面怎么样去访问啊，然后怎么样把那个本拉出来，然后还会跟我对本的是我们的企划人员，然后有制作人，然后当然现在拍我的有没有摄影师，这应该也算摄影团队，然后在副控 on 机器的导播哦，还有音控，还有灯光，然后还有帮我化妆的，这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帮我借衣服的，还有我自己本人这样子，我觉得大概是二三十人，哇！你看，我说二三十人，结果答案是超过40位耶，是不是？那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除了我之外，背后这么庞大的制作团队，有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片尾会扫的名单。我接下来要展开今天一整天的录影，今天会录3场，走，我们先去棚影里面看看吧。好，我们刚才已经录完了第一场录影了，然后我换了第二场的衣服。那现在呢，小编把我抓出来说还有其他问题要来问我，我们来看看下一题是什么。来自爱家好医生的呢，黄聪宁黄医师那边，他问说，夏主播平常怎么维持健康生活保养才会那么漂亮？谢谢。我现在也40好几了，所以我觉得维持这件事情真的还蛮重要的。如果在 follow 我的粉专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我有运动的习惯。运动是我觉得很关键的 me time。那在这个 me time 有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可以祷告，你甚至可以有的时候边跑步边听诗歌或边听信息。那当然很棒的就是能够维持自己的状态，所以鼓励大家也一起运动起来。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邀请咻一下一个瞬间，我们现在来到了摄影棚。这个棚呢，应该是好消息电视台最主要的一个棚哦。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好消息很多的节目呢，大概70%左右，我在猜应该都是在这个棚里头录的。那这个棚呢，每一次录不同的节目呢，里面的场景这个布景就会做更换，这些背板呢什么都会换掉。因为大部分来到真情的来宾都是我们叫素人来宾，过去对于摄影棚的环境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刚开始进来都觉得哇，怎么看起来这么大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紧张。
可是总是在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之后，他们心情就会慢慢的就恢复到自然不紧张的状态。那我的工作最主要呢，也是希望每一个来宾来到这边，就好像坐在他们家的客厅一样，能够很自然的、很轻松的，然后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好，那接下来要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了，是吧？这位是王君宏，然后他问说，我最喜欢真情的哪一个部分？因为我在真情的服饰其实算起来也哇六七年左右了吧，所以加总起来听到的见证真的太多太多了。我总觉得神好像就是透过这 一个又一个的见证，不只是跟你在说话，其实神也用很特别的方式在跟我说话。老实说，每次进来录真情都会是我那天工作量最多的时候，理论上也是比较疲惫的状态，因为一次进来就会录三集，然后录完三集之后我要赶快开车，然后回到新闻台准备晚上还是要继续播晚间新闻，所以工作整个步调是特别的紧绷。但是实际上每次来到真情回去之后，那灵里面的满足是很难形容的。那这是我一直觉得我很感谢主能够把我放在真情的服饰里的一个部分。希望神在我们这个录影当中，我们很好的这个讲话，让我们有默契配合那个露露，在这里奉主最得胜的名求。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邀请的这位来宾哦，身份很特别，是台湾神经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我觉得神很爱我们，就在我们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定很快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刚才呢已经结束了今天的最后一场第三场录影，然后呢小编不让我走，这样还要我加班，他说还有题目没回答完，所以我来看一下主持节目这么多年，真情部落格带给我什么样的收获。我没有办法形容它带给我有多大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在我的状况当中，不管好或不好，然后我自己也会碰到软弱的时候，但因为我就是一直在这边，所以我觉得真情部落格就是一直也让我听到神跟我说话，然后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怎么样不撇弃我们，然后与我同在。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而且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走得更踏实、更有平安的一个很大的力量。谢谢主能够让我今天坐在这里。要送给家路。对，噔噔，这是从美国寄来的。我们来开箱一下，就是 YT 呢针对我们的十万订阅就寄给我们这一个。我们看看，他还问说，哎，你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一个订阅，第一百个、一千个，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十万订阅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鼓励，然后真的也很希望透过真情部落格这每一个非常感动生命的故事，同样感动也同样帮助到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期待接下来就是一百万了，好吗？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帮我们多多的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像是这样说的，谢谢。Thank you.